Mixer 一款功能强大的视频混合软件，可用于制作和直播多路视频信号。以下是 VMix 的操作讲解：下载和安装 VMix 软件，启动 VMix 软件，创建一个新的项目，选择要使用的分辨率和帧速率，添加输入在 VMix 界面的左侧，选择输入选项卡，然后单击添加输入按钮，选择要添加的输入类型。 例如摄像头、视频文件或计算机屏幕，配置输入在输入设置窗口中，配置您的输入。例如选择正确的摄像头或视频文件路径，调整输入在 VMix 界面中。您可以拖动输入并调整它们的大小和位置。您还可以在输入设置窗口中调整输入的其他属性，例如音频设置和色彩校正，添加过渡在 VMix 界面中，您可以选择不同的过渡效果来切换输入，单击过渡选项卡，然后选择要使用的过渡效果。您可以使用自动过渡功能来自动切换输入，添加音频在 VMix 界面的左侧，选择音频选项卡，然后单击添加音频按钮，选择要添加的音频文件或输入源，例如麦克风或音频接口，调整音频。 在 VMix 界面中，您可以拖动音频并调整它们的音量和平衡。添加效果在 VMix 界面的左侧，选择效果选项卡，然后单击添加效果按钮，选择要添加的效果，例如调色板或标签。配置效果在效果设置窗口中，配置您的效果，例如选择正确的颜色或文本内容。直播单击流式传输选项卡。 然后配置您的直播设置，例如选择要使用的平台和输入流密钥。开始直播，单击开始直播按钮，然后等待 VMix 连接到您的直播平台。录制在 VMix 界面的底部，单击录制按钮，然后配置您的录制设置，例如选择要保存录制文件的位置和格式。开始录制，单击开始录制按钮，然后 VMix 将开始录制您的项目，您可以随时暂停、继续或停止录制。输出在 VMix 界面的底部，选择输出选项卡，然后单击添加输出按钮，选择要使用的输出类型，例如 Linda 或 YouTube。配置输出在输出设置窗口中，配置您的输出设置，例如选择正确的分辨率和帧速率。开始输出，单击开始输出按钮。 然后 VMix 将开始输出您的项目，您可以随时暂停、继续或停止输出。需要注意的是 ，VMix 具有许多高级功能和选项，例如多视角拍摄、多通道音频、绿幕效果和 PTZ 摄像机控制。如果您需要更深入的指导，请参考 VMix 用户手册或在线资源。此外 ，VMix 还提供了免费试用版和付费许可证。 以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。需要注意的是 ，VMix 一款功能强大的视频混合软件，具有许多高级功能和选项。这个简要的操作讲解只是介绍了 VMix 的基本操作。如果您需要更深入的指导，请参考 VMix 用户手册或在线资源。